今天我们邀请记者你们来，就是要求你们实地考察，看是不是报道的公司是那么的早。如果有什么公司那边你认为不符合的，我们公司尽量去改善。And then, 还有这些工人的不满，我们也要对我们的人事部那边尽量去符合工人，因为我们董事部都很注意这些事情。